大家好，我是胡润集团 CEO 吕能信 Sinclair。 胡润呢是英国人，胡润集团作为英国公司，在过去的25年中呢，我们在英国的伦敦、印度的孟买，包括中国的我们的上海、北京、广州、深圳、海口、成都设立了我们的办公室。我们今天的话呢，在美国纽约也设立我们在美国的第一个办公室。胡润百富在过去的25年中呢，一直以通过优质的榜单调研，挖掘投资价值，弘扬企业家精神，向上向善作为我们的使命。我们这次的话呢，来到纽约和我们的话呢优秀的企业家一起，进一步的弘扬我们的企业家精神。我们一直讲的话呢，企业家精神它是 universal language， 不分你的种族、地域、信仰，它是我们的一种的话呢，面对挑战、面对激情的一种的话呢 ，entrepreneurship 是一种 spirit。所以这次的话呢，我们来到纽约，我们希望的话呢，打造胡润 UBI 工商管理双学位 DBA 班。我们也希望的话呢，能够把这里的企业家，能够把他们整合到一起来。共同的话呢，开启我们企业家的第二人生。胡润 UBI DBA， 我们的话呢，希望能够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培养的话呢，学者型的企业家，让他们能够把他自己的话，无论是 professional life 个人生活，还是 professional life 他的职业生涯，在这个关键的阶段，能够的话呢扎个尾巴做个总结，能够为他的第二次腾飞做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准备。那么我们胡润 UBI 工商管理双博士学位 DBA 班呢，我们一共分3年。第一年的话呢，在12个月中有8个月的上课，2个月的选修，2个月假期。在我们8个月中的话呢，每个月有2天上课，周六周日，所以8个月的话需要上2、8、16天，选修课的2个月需要上4天，那完成我们第一年的我们的课堂学习。到第二年的时候呢，我们呢会一个导师带多个学生进入我们的博士生工作坊，博士生工作坊完成我们的博士论文的开题报告，确定你博士论文的方向。第三年的时候，我们的导师会1对1带着我们的企业家博士生完成10万到15万字的博士生论文。因为我们这次的话呢是拿双学位，一个是英国 Middlesex 的 DBA， 一个是比利时 UBI United Business Institute 的 DBA， 这样我们的博士论文可以归档到大英博物馆供查阅。所以我们的双学位博士 DBA 班，它的DBA 含金量非常高，性价比非常强。目前在中国呢，过去的20年中 ，UBI 是第一个把 DBA 进入到中国。在过去20年中，整个中国有2000位 DBA， 其中1000位就来自 UBI。所以这次胡润 UBI 我们的话呢，来到纽约，我们也特别为我们的企业家打造一个以家族传承为主题的工商管理博士班。我们发现我们的企业家在创造了财富之后，他们目前遇到的挑战是如何的接班，如何的传承。也希望的话呢，在纽约这样一个非常充满挑战的全球的金融中心，让我们的企业家能够找到家族传承的密码，让我们的企业家学员成为他家族的榜样，行业的领军人物。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胡润纽约班，胡润 UBI 工商管理双博士 DBA 班第一次在美国的开课。纽约胡润 UBI 我们来了。胡润 UBI 独角兽纽约班欢迎大家。我们这个班上课地址将在美国纽约曼哈顿19 West 的 Hotford Street， 紧邻哈佛俱乐部。希望有兴趣的学员报名扫二维码报名。我在曼哈顿。
搞一个的话呢，英国 Middlesex 百年老店和比利时商学院的双博士团，大家经常要问我的问题，因为在美国有 DBA 嘛，但是如果你去美国 DBA 看一看，因为的话呢 UBI 在中国有校区，所以像新加坡的议员，他每月坐飞机去牛津大学上课，这里是用中文。那我们在座的企业家应该听说都没问题，但如果你要让他去写一个论文的话，就有挑战。所以的话，我们破例得到的话呢，总校的支持，我们能够在纽约针对我们的华人企业家用中文写博士论文，拿英国 Middlesex 和比利时商学院的双博士。那么英国的 Middlesex 在湖人的老家，湖人他是英国人嘛，那么他的话呢，拿到的 DBA 是在英联邦国家学的课。像我那个师兄，他读完之后，他移民澳大利亚，疫情之后，他要做投资移民，他填上他是博士之后，省了300澳币。而且因为他是英联邦的 DBA， 那么一旦拿到这个 DBA 之后，特别出色的同学可以到 Boston， 因为 Boston 这边属于 New England， 还有一个可以去读的话呢，他的哈佛大学的博士后项，这个都是的话呢，总校区和我们这边有个绿色的。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也是做大量的调研，选择这样的合作伙伴，能够把一个很好的产品、很好的服务、很好的体验、很好的平台带来美国。我们的话呢，周边很多非常优秀的企业家，我们也在研究胡润进入到美国市场到底用什么样的商业模式呢？我们在中国的我们的榜单冠名、我们的媒体广告、活动赞助收入，在美国情况是不是一样呢？我们找到这个机会。我们的话就走到这个珠穆朗玛峰，找到这个山顶，从上面的话呢聚集一个平台，然后降维打击做我们的第一个。我们的院长的沙群院长，他呢是一个非常杰出的教育大家，他的父亲的话呢家里有8个教授，母亲家有8个教授，16个教授，他是院长。他也是在比利时的时候特别去申请了得到中等教学，那是在差不多17、18年前吧。一开始的话呢 ，UBI 在中国 DBA 里是用这个英语上课。后来夏院长去到比利时，问他的校董，就说：“为什么你们在奥地利的学校是用德语上课？”校董说的话：“这是德语区啊。”夏院长就说了：“我们中国区我们要中文上课，我们学的是知识，不是语言。”那么现在的话呢，我们得到的一个机会是什么呢？在过去20年中，我们优秀的博士生的论文用中文写完之后，10到15万字。可以的话呢，在大英博物馆中归档，供大家查阅。也就是你的孙子将来到大英博物馆，可以查看到爷爷的博士论文，它变成的话呢，我们一个财富的价值。这个的话呢，是比我们创造的财富更高级形式的一个精神层面的一个价值。好，下一页。我们的学院生意，无论是在培养成就、铸就方面，都是超一流。目前的话呢，我们也是一个非常独特的跨全球性的平台。那我们目前的很多的学员呢，都来自我们杰出的企业家，来自这个500强中的领军人物。好，下一页。我们在看到这些企业家成长的过程中，我们也帮他们搭建了一个结成一生最要好、最值得信赖同学的企业家的关系。所以我们去读一个 DBA， 一个是拿一个博士学位，还有就是一个圈子。那目前的话呢，它是一个全球化的一个圈子，在中国就1000多的博士。那这个圈子的话，应该属于是金字塔塔尖的一个至高无上的一个圈子。好，下一页。目前的话呢 ，UBI 它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全球教育生态系统。那目前的话，在比利时、在英国、在新加坡、在迪拜、在香港，包括在纽约，那么将来的话，马上我们还会到洛杉矶。洛杉矶的话是针对的话呢，影视、娱乐和电竞和人工智能。那么在纽约湾的话，我们侧重在金融中心、家族传承，怎么去建立适合您的家族办公室，怎么去制定您自己的家族宪章。那么如果您有多个孩子的话，到底该怎么在他们中选择接班人，怎么做他的一个角色的一个分配等等，这一系列的话，对于我们一代企业家来讲，都是在为你的后代在立规矩。包括的话呢，你的家族办公室中的话呢，如何做信托，如何做艺术品的投资收藏。我们通常说做酒，比如说我们说一个酒商叫叶廷啊 Liquor Banking， 说一个毕加索的画叫 Art Banking，
那说一个稿叫 Land Banking 啊，那么我们怎么能把这个激情投资放到加州上去？再比如现在有那个 NFT， 那翻着的 Token 有数字藏品，一个 5,000 这种今天卖了6700万美金，那我们怎么能去收藏这些数字藏品放在钱包中，总能把它带到哪里去？那这些的话都是我们的话数字资产配置家族加州观的定义，慈善、激情投资、资产配置一系列我们都要去学，也希望能把这些课程融入到我们投资的一个课程中。下一页。那我们的课程怎么去来分布呢？待会儿请大家厉害也会放一个视频啊，放多声音来在后面啊。那么我们的话呢，目前分三个阶段，第一年一共的话呢，上28、16天。一共8个月，每个月一个周末，周六周日。企业家我经常遇到上课他说，哎呀我明天再读太忙了。其实当你说忙的时候你已经接受了，因为忙是一个最弱的理由。比如说如果的话呢，你爱上一个心爱的姑娘跟你谈恋爱的话，估计会把所有工作放下来不去做。以前在上海有一个同事，上海人，他是那个全日空的空姐，他嫌那个太繁忙，他就辞职来国润买户做那个商务助理。结果做了一段时间之后的话呢，他住在佘山，他妈妈说辞职回到佘山找一个公务员的岗位。我说为什么呀？他说我妈妈说了，你太忙了，加班找不到男朋友。然后我说你回去跟你妈妈说，就是因为找了男朋友才加班的。他愣住了，他觉得好像是这么回事儿。所以我们在想的话就是，当你说忙的时候，你就说了，因为我们就28、16天课嘛，我们还有2个月选修课，一共10个月，就是28、16加上4天，有2个假期，第一天结束了。第二年的话呢，是一个工作坊，是一个老师带一组同学做开题报告，定立你的选题，一共2万字。那么第三年的话，开始写你的博士论文，写博士论文的时候的话呢，就不是老师一带多了，就变成一对一了。这个时候你可以挑你的老师，你喜欢哪个老师你挑他，他会很高兴的，因为他负担他的老师费嘛。那么他辅导你要把你的博士论文写完。通常这些教授他是在知名大学中的博导，他自己还有研究生，有的时候他会安排他大学中的一个同学做助教，陪伴你成长，帮助你一起来当然打你第三年。那么这个博士论文的选题怎么去选？我记得这去年我在做面试的时候啊，老院长上来就问我，他说你来读博士你有什么问题？哎，他给我问愣了，因为我来读博士我来学的知识嘛。他说你有什么问题？那我就回答啊，我说我2个问题。第一个的话呢，中国式的企业家如何传承财富？以前看我们如果学日本，日本是老大集团24个竞争出户的，所以他是按照基因来传承。你要学英国呢，英国老大集团不分男女，所以英国要女王，对吧？女王不干才是妹妹，才是弟弟。你要按照美国的基督教，它是生来平等，你有10个孩子全要平均。我有次去达拉斯看哈特先生，那他的话呢，一共的话呢是有4个孩子，13个孩子，这个城市都是他的孩子，基本是平分教育。那你中国是选日本套路，还是英国套路，还是美国套路？不知道。那么中国的财务传承到底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做？哎，那我这是我的问题。我说第二个问题我有，就中国的民营企业怎么出海？出海之后遇到什么样的挑战？你想想看，现在中国企业出海是什么样？大家能够想象，在清朝的时候我们靠什么出海？中国企业出海不是今天的事，早就有了。那时候我卖三大件，卖哪三大件呢？茶叶、丝绸、陶瓷。结果我们把这个好东西卖出去，把人家白银都拿回来，那还没有美元。于是的话呢，贸易不平衡了，产生了2次鸦片战争。那么今天中国的三大件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电动车、电池，还有机器人。无人机是机器人啊，机器狗是机器人啊，等等的。那我们现在的中国制造的话呢，我们的性价比提高，走到哪里的话呢，都会把当地的话呢打得哀鸿一片。那么中国品牌出海的时候，除了打价格战，能不能够有来自中国的品牌？现在我看到的话呢，在美国市场看到西音，看到 Timo， 看到 TikTok， 那么这些企业的话，他们都是拿着在国内的话一个海量计算的算法，
啊，利用它的算法优势，能够在这里的话呢，竞争中取得一席之地。那什么叫算法？我们天天做百度网，天天看 GDP。那如果是你到太空中看看地球一个小点点，那地球的价值在过去的10000年中增加了吗？过去的100000年中增加了吗？地球还是地球吗？那么地球这个财富呢，总是在轮着转，实际就是一个算法。那么中国的股市目前的话呢，一直是在一个波段性，但是我们在印度的公司企业家日子过得很好，很开心。胡润去到印度之后的话呢，企业家说你待会儿给我留个联络方式，明天早上去我家吃早餐，感谢你的晚宴。到他家吃早餐，他把 CFO 请过来了，CFO 给他数字看，说胡润你的算法算错了，你把我的数字算少了，昨天做了一桌我竞争对口，还有前面不对的，我应该比他先走。这是印度企业家，在中国不一样，中国有些企业家吃饭，哥们儿的主委和吕总，一共才1100位，1500就差不多了，因为他上市公司藏不住嘛。我们没找到一个企业家，有两个没找到，因为他没有公开数据，我们只看他能够上市的部分。结果三杯茅台下去之后，就说吕总看，这是我新买的飞机。他又想低调，又想高调，所以他每个国家的文化不太一样。那么中国企业出海的时候，到底应该怎么去走？我们要不要去到东南亚？有6.26亿人口呀，中国人口14亿，那边全是华人，有很多的温州、福建，还有这个潮汕企业家。那么出海的时候，可以从中国出海啊，也可以从法拉盛出海。从法拉盛出海的华人到了印尼也是华人，谁说出海的话只是从中国走？如果在美国学到了一身功夫的话呢，代表华人出海可能是个时机。那么从法拉盛出海到拉丁美洲，至少比温州来到拉丁美洲近。反正我看到的话呢，腾讯出海把这个设备打集装箱就运到摩洛哥去了。反正在中国也没有订单了，那边的劳动力很便宜。我们很多年轻企业家的话呢，读书完之后，就跟 Kura 这么优秀，也不回去接班了。为什么不接班呢？他回到中国，又回来美国了。他爸爸的工厂都关灯，没班上了，他怎么接班呢？那出海，打开一个新天地。还有什么机会去到 MENA Middle East North Africa， 在中东和北非，一共22个穆斯林的两个非穆斯林，人口多少呢？也是超过6亿。如果你去到中东，去到东南亚，加在一起13亿人口，中国14亿人口，那么他们都是的话呢，3线人口，有点像90年代的中国，有非常大的市场。所以我们希望的话呢，就是能够带着这样的问题，能够参加我们博士班的学习。所以现在我自己的话题，一个就是中国式的家族传承，一个就是中国品牌如何出海，这就是我做百度网每天工作面对的问题。所以大家也可以把你带的问题放到我们的博士站，带着问题去解决。如果说本科是学知识，硕士的话呢是让你去找工作 ，BBA 跟找工作一点关系都没有。读 BBA 的人都是有钱有闲的，都是财富自由。他是不是为了找工作，是为了让他一辈子活两辈子，开启第二人生的？什么概念？比如你看蝴蝶，这个状态它有两个生命状态，它第一个状态叫什么呢？幼虫成虫跑，然后化茧成蝶。这就是生命周期，叫出生成长饱和衰退，品牌也是吧，化茧之后破茧而出成为蝴蝶。但是它两个人生的两个生命上的区别是什么呢？它第一个生命上地上爬毛毛虫，第二个生命上在天上飞。所以我们读 BBA 的话，就是从地上爬变成天上飞的状态。那么我们需要在这个时候的话呢，完成自己的化蝶。3年的时间，第一年28、16、16天，第二年跟着老师做一个开题报告的。第三年10到15万字的博士论文，有辅导有助教，结合自己的问题，为自己的人生，开启第二人生，打天上帝。好，下一页。这是我们顶尖的师资，因为字比较小，到时候发给大家，我就不在这里给大家一一赘述了。都是国际上非常著名的教授，海内外的国际化。好，下一页。那我们的校友的生态，也是特别的有领导力，因为他的 UBI 的博士生是企业精英、业界领军者、行业商业领袖、成功的创业者，那就是我们的1000多位博士生校友、博士校友的一个画像。好，下一页。那怎么申报呢？也很容易，那么我们的话呢，今天 Coco 韩总是我们胡润 UBI 工商管理博士班，我们在纽约的我们的特别项目的
战略合作伙伴啊。他的话呢是光华管理学院的 EMBA， 那么我也请他帮我们一起来做我们的首席班。那这个班的话呢，只有十五个人，现在我们差不多十个人了。这十位像什么？大家这个数字有没有印象？有没有像那个1921年南湖上那个小船？十五个人，其实也是13个，有两个共产国际。但是21年到40年用28年的时间打造一个新中国。但是28年，你注意没注意到？它分两个阶段。所以中国刚才说改革开放都45年，中国基本是14、15年一个阶段。因为转折点1935年遵义会议，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主席才开始主抓我们的党政军的工作。14年的时间改变了我们的国家。所以我们如果今天的话呢，我们有15个企业家，那么我们的话呢，就作为我们的一大，胡润纽约美国的一大。那我们的话呢，静下心来，我们用一个14、15年的周期，一步一步的，我们希望的话呢，能够凝聚非常优秀的企业家，不光是我们华人企业家，我也希望我们的印度企业家，我们这边有印度人，我们也希望的话是有能够英语班上课的海内外的企业家，但是我们第一个班是华语班，将来可能英语班，一步一步的，甚至我们还可以的话呢，为我们的社团打造一个专班，比如说议会长讲。这个专班我们愿意是什么？哪怕这个班15人，我们都不讲普通话，我们都讲温州话都可以。如果这个老师他不会温州话，那我们就让老师讲英文，给他配一个翻译，翻译成温州话。因为我们是10日9日，我的母校是1937年毛泽东先生创立的中国人民大学，门口一个石碑叫10日9日，是朱熹。那我们的话呢，传播的知识，打造的圈子。为我们企业家完成他的人生的成就，不限语言，我们要把我们的知识、智慧把它总结出来。好，下一个。那我们的 BB 班的话呢，它呢就是我们家族、子女和自己社团中的榜样，他所回答的问题就是我们这个传承。所以纽约湖人 UBI， 我们来了。大家可以扫一下我们这个码，右边的码是我们微信公众号，中间的码呢是我们的报名链接。因为这个 server 在上海，所以便于大家去填写的话 ，Hopo 特别准备了我们的 A4 的纸，在纸上填写，在网上填写是一样的。那你只要填完了，我们就帮你录到系统中。所以今天的话呢，我们一定要抢单，因为我们的15个学座位的话呢，就剩5个。好，再次把时间给你。非常感谢咱们吕总精彩纷呈，而且是特别详细的介绍，讲的真是太好了。投资自我是我们的主题，也能为我们的人生、家族传承带来最好的回报，说的我都心痒痒了。不知道大家觉得是否这样？我们再次恭喜无论百富 BBA 纽约班的成功落地。同时呢，大家对吕总是否有一些问题？接下来我们也可以趁这个难得的机会来展开一个 Q&A， 让吕总现场来回答您对胡润百富 BBA 纽约班有整个项目的问题，好不好？那您要有问题的话，请随时举手。那我现在我把麦克风给到吕总，说让我们的报名流程。好的，大家好啊！我叫那个唐华军，我今天很高兴能够见到这么多那个老朋友、新朋友哈。然后的话也是今天非常荣幸哈，能邀请到来自中国大陆富润集团的李宁先生吕总啊 CEO。大家介绍一下，吕总呢和这个胡润先生他们是共同是那个胡润集团的 founder， 然后他们都是共同的是胡润的老板。吕总呢，就今天的话和大家就是隆重推出了一个 BBA 这个项目。我觉得的话，就是因为在座的都是各位的话在美国奋斗的成功的企业家，然后的话这个也是非常难得的一个学习的机会，而且的话这个名额也不是很多了，然后大概9月份就要开学了。所以的话，就是说，接下来这个比如说有意向的人呢，然后也可以在咱们的微信群里接龙，而且呢，我这边同时呢，我这边有一些报名的表格，
大家都可以的话，就是说不放到桌子上，大家都可以可以填一点，有兴趣的可以私底下直接联系我。好的，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到来啊。这个活动呢，基本上每年的话都排第一和第四有一个这一个 level， 然后的话就是也很荣幸啊，就是说今天这个李总跟大家分享了，就是说这个不论教育的这么一个板块的一些信息，然后不论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资源，很好的平台，希望在以后的这个能够给大家的话能够成为一家，然后的话能够支持大家，然后就是独立的项目啊，包括企业其他的一些有能够支持大家企业的发展，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好的一个平台。好的，谢谢。韩总，好，朋友，我们圈子里，韩总说，哎，我们希望我们那个博士生同学，他们的第一代孩子能够更多成长。我们也现在也在成立在这边打造这个教育平台，希望可以将大家的这个passion power 不停的聚起来，可以希望大家能够看见。谢谢。这个他的话呢，在上海发展不错，全中国唯一的女校。首先呢，我对大家来到微秀表示热烈的欢迎。今天呢，很高兴啊，在这里看到了新老朋友，特别今天在这里认识了吕冷信，不要把他名字念错了。吕总，很高兴今天在这里认识你，也让我今天知道这里有一个福润全球工商管理，我是商学院在纽约有个学习房有开始的，但是我呢还是有一个疑问啊。第一个，你这个学习房，它这个学习到底有多久？什么时候开学？这个是线上还是线下学习呢？学院在哪里呢？等等，有些东西可能在座的有些朋友跟我在这一样的疑问。我希望还是有林总呢，有这位女士过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怎么样？啊，它都算一个级，所以叫2024级，2024级，那是在2027年毕业。那我们呢，三年，那我们上学的是从今年的九月份到明年的八月份是我们第一学年，其中有两个月不上课的假期，上课的是十个月，这十个月的话有八个月必修，两个月选修，你必须要修齐的话呢。20个学分，这是最理想，实在不行就是28、16、16个学分一年一年。那他的话呢，九月份上两天课，十月份上两天课，十一月份上两天课，十二月休息。那他这样的话呢，就是有八个月，28、16上完了。上课时间因为都是企业家，所以我们就选在周六和周日上。白天，不能线上，我们不接受线上。我们的话是在我们胡润百富纽约总部，在韩总我们联合一起的话，在44街。因为我们博士班的话，它不能够人多，博士班只能15人。他每次的话呢，上课老师啊会带着3个队去竞争，一个组5个人，一个 CEO、一个 CFO， 他一个角色扮演嘛。那他每次只有3个。如果说我们报名的有30人怎么办呢？那只能把它拆成2个。所以他每次上课的是礼拜六一天，礼拜天一天，就2天的时间。就在哈佛俱乐部旁边，在44街。是最独立的，还是说牙医华裔？我们这个一期班的话呢，就是针对华裔，第一期班。中文授课，中文写论文。万一老师是英文的，我们可以翻译。但是我们在上海上课的很多老师，从美国到中国去。他们都是非常优秀的华裔的教授，这都是没问题的。包括北京大学著名的赵教授，他在温哥华，他的话呢也是经常给这个国家进行监测呀。毕业了他有的，没有的不毕业他拿不到的，所以他这个老师他有压力。还有关于这个学费，我们刚才大家看了一下，可能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没有详细看，上面是那是人民币吧？上面是人民币，下面是这个美金。我刚才这个叫 Fuse， 我们以为什么上面上面就是。就是在拉丁美洲会开一个学校，有15000个学生，是真的很多。但是我们的话，在北美的话，我们
第一个班就是力学，第二班呢在洛杉矶。洛杉矶学费比他还贵，洛杉矶的话是14万九，接近1万，因为那边是影视班，影视班他有时候会领些演员啊、大咖啊就过来讲课，他稍微要贵一点啊。所以纽约这边呢，我们跟上海一样，所以有的同学呢，他上海上课，比如说占20%，每个上海占80%，那他就可以交这么低，他把人民交到我们的上海这边就可以啊。那如果说他这边是要交美元。这个我们知道，我只要不管你有钱，不管是人民币没问题，什么都搞定。那我刚才就是瑞穗讲的，你说主要是学生搞什么什么家族企业的，那你到对你到学生有什么要求呢？说你的企业一定要有多少的出产，或者你他本人一定要什么学历，还是说有什么其他要求吗？学院的话呢，会很严肃的话呢，做一个。面试团，因为这个班的话是胡润班，如果是在国内上班的话呢，他必须得有一个硕士，比如说这个中欧的硕士，或者长江的 EMBA， 但是长江的 EMBA 很多企业家，他是没上到大学，他是直接就读 EMBA。那在纽约呢？在纽约的话呢，我们准备借鉴中国的模式，实事求是。如果这个企业家确实是行业领军人物，社会大学。对，我们只要是成功就可以了。只要如果他是一个行业的榜样，是一个领军人物，践行他的企业社会责任，并且他的在他企业中的话呢，他的有创新精神，而且他的家族的关系非常的健康。所以欢迎大家加入这个学习班之后，我们将来也会在那个富裕运百货上面马上提名，是不是？谢谢刘姐，谢谢啊。那我就先从丁会长开始介绍啊，丁会长是我们第18届美国江浙东方总会的会长，丁佩云先生，他从事现在丁会长从事餐饮和酒庄的生意，还有做一些外贸批发，就是中美贸易商业。大家好，我叫潘立森啊 ，Jason， 我是江浙东方总会总干事。我自己主要是从事于进出口贸易，已经差不多有20年。欢迎来，进入我介绍一下。我是那个达成车行的同事啊，我叫陶明玉啊，大家多多指教。你要不要先自我介绍？如果是有一天我们的能力跟很多
大型的美国的主流大牌子，包括沃尔玛旗下的森卡，还有奥迪啊之类的这种连锁大型的大卖场合作。同时，我们也跟什么 H 妈这些中小型的连锁超市连锁合作。同时，我们的食品加工业也替我们很多餐饮业的连锁店，包括有K-Pa 那种200家以上的连锁店，我们替他们做生产、食品各种加工。你说这个行业，我们可以看得到，在美国这里，我们也看到很多朋友，他们在美国很多很优秀，所以在这里，很高兴有机会跟大家取经，向大家学习。好，谢谢。今天非常荣幸，应我们叶会长、叶新书的邀请，有机会认识我们的李先生。你看看这个李先生啊，他的名字特别好，叫仁信。能认识你是我的荣幸。我喜欢写字画画，所以我设计的画面比较多。但是呢，我的真正的喜欢做的就是做一个人，把自己的人格提上，就像我们的李先生讲的，他的名面叫向上向上，上上落水，水利万物而不争，这就是我们必须要好好学习，天天上向上，向所有的大家学习。谢谢。吕信武先生讲话，他发明了读法，我上台我说谢谢部长，鄙人呢性能良好，那我叫吕能信。哎呀，我们的李先生对我们太荣幸了。我真正的一个身份，国际淮阳会的会长。大家好，在这里希望大家给每一位圣殿的来一个掌声。我知道第一个特别感谢这个浙江工商总会李主席叶会长的邀请，咱们在这里，这个我们这个没见过那么场面哈，会长欢迎来纽约。然后呢，我姓林，三姓，在纽约30年了，从事于房地产，现在呢，加入一个跟美国能源这个政府补助的一个计划，来做一些。还是相关有关的一个市场的哈。今天特别荣幸能在这里见到这么多老朋友，特别感谢。刚才前面这几位的精彩的话题，都代表了我对大家的祝福，很感谢，好吧？向大家学习，谢谢。我这边有所休息一下，我这边朋友自我介绍一下啊。我们星星，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赵勇，英文名叫 Sprina。我在中国、美国都念过书，在中国念的是有外交官美的摇篮美誉的中国外交大学，然后在美国念的是 MBA， 是澳本大学。本来我还想到哈佛念个博士，但今天晚上听了李总的介绍之后，我的心已经动了，可能要改个想法，放个方向了。所以感谢，特别欢迎。感谢胡润百富，感谢米卡卢总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接地气，同时提升自我的，又能够交到很多有益的挚友的这么好的一个平台的项目。首先感谢，同时要感谢叶总对我的邀请。叶总呢是乌东家族办公室的首席代表，同时也是我们大家非常敬仰的一个华人社区好朋友，也是纽约知名的慈善家、文化家和古玩鉴赏家。我很荣幸今天晚上能为大家服务，作为这么好的一个纽约班启动会的主持人。我自己在美国是一个斜杠青年，做过很多不同的事情，曾经担任过3个美国州长的中国顾问，帮3个美中国家族企业投资美国，总达5亿美金，目前雇佣900个美国人。这是我所做的一些自己比较感兴趣的事儿。那慈善方面，我在联合国BSG 下面的一个慈善平台叫 Human Settlement Foundation 做顾问，也是华美协进社
以及 Asia Society 亚洲协会的会员。希望在接下来日子里，大家能够成为好朋友，一起寻找合作的机会。就是吧，我个人呢，我叫娜娜。我20年前跟家里面移民到了美国，然后我原先是在美国的汇丰银行，就是做我们在曼哈顿所有的这些地产项目开发的融资跟贷款，以及就是加办的一些客人的服务。然后后来有10年的在汇丰和出国的工作经验之后，我就出来自己创业嘛。我自己的公司呢是一部分呢是做房地产项目的融资跟开发，一部分呢是和很多项目方资本方我是一个 broker， 再有呢我自己也创立了一个incubator 的 hub 的这样的一个平台，主要是做投资人的俱乐部、投资人的 event 这样子的工作。对，我个人也是有很多爱好吧，就是我觉得其中一点就是不断的学习，各种的学习。我自己刚刚有讲到，有身心灵方面的，包括现在我自己有在学习 AI 数字人流量方面的各种的。我自己喜欢艺术啊、电影啊，也参加过美国的选美比赛，以前的事情。对，那很高兴见到大家，好，谢谢。谢谢。透露个小秘密，他是我们美国辣妈冠军。大家好，我叫创啊，非常感谢今天能够被叶总邀请过来到这里来参加这个胡润百富的这个商学院开，我应该是启动会吧。然后尤其刚刚讲到应该就是说是在那个典故叫1921年在嘉兴的南湖上面那个故事，我看一下在座差不多也是23号人。然后我觉得能够进入这一个历史性的一个，我感觉非常荣幸啊，能够有机会参加。对，然后呢，我本人是那个电商业务的，然后主要就是说刚刚夸到他们西英啊和天猫那些大咖，他们走在前面，那我们就属于就他们应该是属于怎么讲呢，就是国家队在海外做这个市场的，那我们就属于民间力量，然后也是在纽约这边成立的公司，然后目前主要从事是进出口的电商的食品类的产品这样子。但是呢，我们会更多的是想依托于中国的优秀的这个运营的人才，结合全球各地的这些资源整合起来，然后借助美国的品牌跟国力，然后进行一个事业的拓展。所以呢，今天看了这个活动啊，我觉得还是蛮心动的。但是呢，具体细节到时候可能还要再联系，看看到底怎么样。然后我也问一下。就是说这个费用是我刚刚看了一下，因为字不是特别大啊，可能就是说第一年12个月，第二年12个月，第三年是12个月到24个月的博士论文，所以是总共是4年呢，还是说总共3年？还是我问一下。三年，因为他最后一年博士论文呢，他是10到16万字，所以有的同学需要2年了，但是我们的话呢是鼓励在3年。大家好，我叫 Kent 周啊，我是Candid Training 肯维的创始人谢谢叶总今天的邀请啊。那我今天呢迟到了是原因的，我特意跑回我们公司的帽子，我们公司的 logo 的上面特意拿过来啊，因为今天在座的全部是大咖啊，全部是我们华侨界的精英啊，我们肯定要把我们的 logo 出来展示一下啊。那个我其实看到叶总给我发的胡润百富这个 DBA 的履约单，我看了就是非常心动啊，非常心动，是吧？但其实我也是蛮担心的啊。为什么呢？我们国内有说法，胡润财富榜第二名是叫胡润杀猪榜，我是很害怕成为一个杀猪啊。这个我呢在也做的也是这个教育培训这一块啊，刚刚听了CEO 这样的精彩的一个发言啊。那我们做的业务呢，就是我们帮助美国的，主要是帮助美国的华人啊，实现美国的美国梦。那我发现呢，就是这个培训班跟我们在这方面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啊。所以呢，我也希望呢，接下来我们有更多的合作，然后呢，我们可以帮助这个福润 UBI 独角兽 DBA 语言班啊，
成功啊，谢谢。所以我们的百富榜叫阳光富豪榜，它都上市了呢就能上榜，如果不上榜，有可能出事的比例很高。我们的话呢，就希望跟你来合作。来到美国怎么实现美国梦呢？一定要读一个 EBA 才叫实现美国。我是做文字工作的，感谢叶总的邀请，今天让我来长见识，今天真的是长见识，谢谢大家。戴丽露，我来自美心集团，感谢那个李会长的邀请和这个叶总，真的今天让我们大开眼界哈，好像已经上了第一课一样的。我们公司呢主要是中美的一个贸易桥梁，就是吕总刚刚说的，怎么带中国企业出海，怎么带品牌出海，这个是我们这几年一直在做的工作。我们之前曾经跟财富还有福布斯曾经就是有一些合作，然后有一些采访，今天很高兴 Coco 能够帮我把几大排行榜的另外一个角给补上了。然后我们这边的话，美国卫视的话主要是做一些就是人物的一些专访，然后社团的一些活动的一些报道，像很多那个中国品牌啊，然后中国的企业家过来美国这边去做宣传，去做一些活动，都是我们这边再去做采访。好像跟高总跟 Coco 好像那个认识的是在羽西的家里哈，对啊。然后今天很高兴能够来到这个活动。我们美国卫视的话有一个节目叫做娓娓道来，是高瑞的一个专访。我们有一个 logo， 刚才周总说他今天专门穿了他的 logo， 我刚好也是穿着我们的 logo 来的。我们有一支 logo 叫做只要你敢成功，高伟伟就敢采访，只要你敢你被高伟伟采访，你一定会更成功。今天在座的很多都是我们的老朋友，很多人都曾经被我们采访过，都是成功人士，也希望借助我们那个胡润百富的这个纽约班，大家一定更成功，谢谢。大家好，我叫 Maggie 辛永佩。我来美国十一年了。十一年前，2013年呢，我那一年是在中国本科毕业，然后那一年呢，我一个人以留学生的身份来美国去读 Master。今天呢，非常感谢叶总的邀请。叶总这个一直给我很多的帮助，谢谢叶总。今天呢也非常听到吕总的非常正能量的演讲呢，受益匪浅。我一直非常认为，投资在教育上投入自己，是非常正确的决定。所以呢，今天我对这个不论百富的这个班呢，我也是非常感兴趣。我也非常想有一个学习的机会。我听刚才吕总说，您的这个学校在44街，我就住在曼哈顿42街，学校就在我家门口。对，Coco 姐呢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女士，她是 China Institute 的 Border， 我第一次见到您是在 China Institute 的 Gala 上见到您的，对，刚才莎莉说到这个我们这个中美之间，所以我觉得胡润百富也是架起了中美之间这种财富的桥梁，也希望我觉得今天在座有很多年轻的企业家，真的是希望他们能走进我们这个博士班，包括我们自己，刚才你有说到这个财富的传承，所以我自己的小孩将来希望也有机会在胡润的这种能搭上您这种叫做什么快车，能够有幸在你们的这个感召下，我们进一步的大家一起进步。上次我记得在晚餐会上，胡润当时也就告诉我们说，每一个人都要有梦想，兴许在座的每一位将来也在我们这个胡润百富的榜上，希望大家榜上有名，谢谢大家。经济的问题、学位的问题、时间的问题啊，我要想想我们现在这个年龄了、是不是要继续读书呢，还是以后要钓鱼啊，来养花，但是呢人要有个精气神嘛，当我们没有的时候要加油，当我们差不多生活觉得很安逸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像刚才刘总讲的，别要二次更新啊，
我们就到了你要更新第二代的时间很灵敏的时候，我觉得云总这个办法对我们纽约的大家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特别感谢云总。那我觉得我又在思考这个方在纽约推广有没有可能性，那我就想考虑到我们三位啊，就是成功的企业家，时间金钱都没问题，但是他们有个基础的问题，甚至都没念过大学，也有很多。但是林总刚才讲的一点，我非常感动，说起话，林总上林总的总班最有超过最多的大学，不是清华北大，而且是四个大学。这里还有一个资源，这个 DBI 在中国有1000多个博士，这个资源是无穷无尽。将来我们做生意也好，在人身上的伴侣也好，这是非常好的资源。你没有能够通过这个博士班，你是找不到这个资源的。能进入这个资源，人生就像周华健讲的啊，有你有同学朋友一起啊一起走。所以说，我现在想大家啊回去好好思考一下啊，然后呢跟韩总联系啊，因为我想每个人的情况不同。每个人的条件不同，那我们就各按设计。通过韩总，通过叶会长，我们想说可能就一对一的，我们安排个时间可以再进一步的把你的情况跟我来沟通。那今天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纸质的表格，感兴趣的话就填一个基础资料，立马可以和韩总把我们那个报名的电子链接，你只要手机一扫，你在手机上就可以打开。这样就有一个明天排个时间的流程。我们的吕总已经掌声了，好，谢谢谢谢。She's just a kid.